就我抽到了一个武功宝珠，他就会送10个订阅。但哦，中了10个订阅，20个订阅，可我就知道我进抽，我绝对是他妈共赌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呢，我们终于又来到久违的环节了。今天要带抽的项目呢，就是黄金苹果100颗。那这次黄金苹果更新了什么呢？有三大奖：武功宝珠、女武神之心以及战斗机器人男女。那这四个东西呢，加起来几率总共 2.3%。也就是100颗里面呢会出 2.3 个这四件东西，所以呢希望等一下呢我们这100颗能够抽到大奖哦。再次感谢啾姨爹提供100个苹果让我们来代抽挑战，绝对不是水沟啊，我觉得我今天欧气满满，希望等一下呢我们能大秀特秀，那我们就是黄金苹果直接给他买10组，也就是100颗哦。两个战男，你只有抽到两个战男吗？对，各位，我突然发现，在普利特要去人多的地方才有机会吸到欧气哦。那普利特人最多的地方是哪里呢？ 8S 技术村。现在玛雅家已经没有人了，人少的地方就会失去他的那个欧洲的气息。来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干爹呢有提供一个挑战哦，就是我抽到了一个武功宝珠，还可以送10个订阅。希望今天呢，让我武功宝珠大抽特抽啊！那我们就来开始挑战吧。那如果觉得不错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并开启小铃铛啊！我们是一个全职实况，觉得值得你追随订阅好选择。那我们就开始吧，十颗，走起 ，Let's go！ 哎呦，14斤啊，这样还好。我们要的东西呢是也是广哦，不要，我要广，但是不要这个东西。我们要的是战男战女 ，Go Go！ 好，目前我们十颗已经抽完了。哦不，上广率是挺高的啦，但哦中了10个订阅，0.5%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各位，我就说吧，10个订阅，来吧，继续，再给我几颗武功宝珠吧 ，Let's go！我觉得我今天欧气的满满的，一定有的啦，怎么还没有？还会再抽中很多东，还会再抽中很多东西呢！战男到手哦！我们才抽20颗，中了一个武功宝珠跟一个战斗机器人男呢。好，那我们继续。最近这个粉砖被盗的男人，欧气就放在这儿了。好，我们继续。粉砖被盗好像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啊！好，我们30颗抽完了，我们继续。我就知道，我进抽，我绝对是他妈攻读32颗中两个武功宝珠，我他妈攻读生，赚烂了！天哪、啊，20个订阅，今天呢，我就说吧。那我们继续吧，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呢，也许等一下又再中一个武功宝珠也说不定了，100颗3个武功宝珠，好像也是有可能的哦。有人抽女武神之心，我也要女武神之心啊！战女也先给我们一个哦，清单满了，完了，节奏掉了，节奏掉了。好，我们50颗已经抽完了，我觉得等一下又再一颗武功。武功的几率是 0.5% 啦，也就是说200颗才有机会抽到一颗。3颗，58颗中3个武功宝珠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30个订阅 ，Oh my god！ 太扯了，我的天啊！干这个，我跟你讲，这也太夸张，有点太夸张，有点太夸张了。3颗了，我们还没抽完啊！天啊，攻读生吧？不，太好笑了！我已经中了3颗嘞，我已经中了3颗嘞，我们才抽58颗哎！我的天啊，我就是8S技术村人多，欧气被我吸好吸满。那我们继续吧。我真的觉得我会再中一颗哎，我真的觉得，以我现在的欧气，我觉得再中一个好像并不是不可能的。只是从哪里出这不好说啊，到战帮出来吗？可以不要吗？我们剩下3组，漆黑碎片，战男，再一个战男，我们是3个武功宝珠配2个战男啊，太扯了，太扯了。我觉得这个几率难道真的很神欸，我们这里
刚以为节奏掉了，就没想到你竟然在啊！三颗武功宝珠是怎样？这是我第一次代抽这么欧哎、欸！还有两颗，最后一个海底捞月啊，没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抽了100抽，中了三个武功宝珠啊，然后两个战斗机器人男，我的天啊，这根本赚烂吧，赚烂局哎、欸！赚烂局，三个武功宝出来叠在一起啊！难，哎、欸，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战机啊！而且各位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金箱子，看一下金箱子，不会中四个吧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几率吧。如果是金箱子中武功宝珠的几率是 0.2%， 战男 8%， 战女 8%， 女武神之心 2%， 也就是呢，这大奖有 20% 的几率可以中哦，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中啊！那在消耗栏，在消耗栏，装备栏也行，哪里都行。好，那我们先缩小、哦，哎、欸，这个拉一下吧。哇，三颗武功宝珠、欸，哎，直接是一现赚一倍，现赚一倍，各位。好了，我们是话不多说，直接来抽。我是希望抽到消耗栏呢、啊。来喽，各位，来喽。哎、欸，这消耗栏，干被洗掉了。啊，露西达宝珠，不是露西达宝珠啊！露西达宝珠几率有9%、啊，我们还是中了一个不想要中的东西啊。好啦，不过没关系，各位，我们100颗黄金苹果代抽的结果呢，就是中了3颗武功宝珠以及2个战斗机器人男，最后金箱子抽到了一个露西达宝珠哦。虽然金箱子的结果不尽人意，但是我们抽到了3颗武功宝珠，加起来价格10800啊！刚有人3600嘛，那我们就乘以3就好了。对，然后再加2个战男，一个战男算800块，哎，有吗？有那么贵吗？随便，加起来至少12000的总值啊！感谢这个舅一哥、舅一爹让我代抽，让我们今天这个精华满满的，平常都是非洲飞到爆、哦。好啦，如果觉得这支影片不错，又觉得想支持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哦。然后还有，也希望大家帮我到我的新粉专按下追随、按赞哦。因为我们前阵子呢，我这个粉专刚被盗了，然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，经营4年的粉专没了，难道就是为了这一波吗？不要啊！我希望我的粉专快点回来。不过呢，要回来的过程中，我们还是得先继续经营一个新的啦，不然到时候。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做、啊。好了，那如果大家觉得不错，记得按下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这期影片呢，就到这里啦，大家拜拜。